朋友在山西立野球场所举行的真善美元素营传承赛呢，今天第二回合的比赛，目前在场上的赖依婷以及陈敏柔是并列领先，两人都是地狱标准三杆。那赖依婷呢，在第二洞、第三洞、第四洞是连续的抓下三支 birdie， 因此现在是来到并列领先的位置。画面上看到就是在 par 5的第九洞。哦，这杆上来很漂亮哦。陈轩，九洞的第三杆上来。也不错，停了，也不错。另外，汪天音从湖里外推进，切进来就是他的第四杆了，不过距离不够，距离不够。这个推杆同样也是不理想。好，这是女子第一组的古明纯，前九呢是八个 over 44杆的纯金。那另外周一晨，他的 birdie par 呢顺利进到洞内，抓下这一支 birdie， 前九两支 birdie， 两个 bogey， 目前仍然是一个 over。发球，好，陈轩这边在推 par， 刚刚的 birdie 推杆是比较可惜，打得稍微轻了一点。前九呢，陈轩是两个 bogey， 并没有任何的 birdie。赖依婷来到第13洞，目前赖依婷是低于标准杆两杆。陈品希，谢林则是 even par。这个开球不错哦，放在球道的正中央。雪林十三洞的第二杆上来，哎，不错哦，不错哦，不给机会，去年这项比赛的冠军得主。赖依婷刚刚在第十二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因此现在是退到地狱标准两杆。原本呢在第二洞、第三洞、第四洞连抓三支 birdie 之后，赖依婷是追平了并列领先，不过之后呢就没有 birdie 的进账。那刚才在第十二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退到负二。停了，停了，停了，稍微过头一点点。好，另外这边是蔡依如在十三洞的果岭上面，这也不是推杆距离是稍微有点远。
不够。就由来停，一样也是从这个方向推过来，速度真的是比较慢一点点哦。所以由来停，这些球的力道也是不大够。然后呢，陈品希，陈品希这个球虽然也没进，不过力道控制当然是比较理想，至少有过洞回推要再补进这个 part。目前它是高于标准杆九杆。至于谢雪玲的 birdie 机会呢？来一个，抓下这一只 birdie。谢雪玲是来到红字的一杆的，今天两只 birdie 两个 bogey。然后蔡玉如则是一个 par。目前是正13，而陈轩呢是来到14洞短洞的开球158码。左边这个球呢没有能够进到果岭。再来是汪天英。一样也是稍短哦。周一晨这一个球上来漂亮，最后呢则是古明纯，好球，再来，再多滚一点点距离的话哦，有可能直接进去哦，所以上来。女第一组的古明纯呢是直接在被抓 Burley， 很精彩的开球，接着第二支 Burley 的进账。那汪天英他的第二杆切进来不够哦，稍微短一点点。很好，直接切进球洞，陈轩抓下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哈哈，正二。那另外周怡纯呢？不错，相当好，虽然没进。这是汪天英，他的帕推杆，结果这个短推呢是失手，吞下了一个 bogey。李佳佩昨天第一回合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目前他是低于标准杆两杆的成绩。那今天呢在第二回合是跟第一轮的领先者陈敏柔在最后一组同组出发，陈敏柔目前则是负四的成绩，在第14洞的开球，短洞的开球还不错，右边拼害的位置，洛守维就是男子第一组的球员，长推 for birdie。 很好，陈敏柔 Birdie 推杆
好球，再抓下这一只 birdie 呢，让陈敏柔现在是来到5 under 5 under， 哇，在12洞的 par 3， 在14洞的 par 3， 这两个短杆洞呢都抓下了 birdie。而落手雷就是一个 bogey， 目前是正12的纯机。哎，落手雷他这个 par 就是没有能够推进了，碰到洞然后又弹了出来，太用力了，所以他在这一洞呢同样也是一个 bogey。 今天两只 birdie， 不过也是有6个 bogey。 那李佳佩是推 par 有点下坡，哦，你看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就这个球呢是转了90度出来吞下一个 bogey， 李佳佩是退到低于标准杆一杆。